快先啦！哇！係咪個衰仔咁巴辣啦？咁揦咗就行啦！喂喂，哎呀，咪你咁多事啦！嘿，你唔抵得頸啊嘛！啊，你哋當佢好似神仙咁噶啦！咩神仙啊？冤鬼嚟噶！呢班咁嘅大耳窿啊，捉掘埋咗中山坟，填落都填唔够啊！大哥，喂，系大哥啊！冇环境啦，系嘛？啱啱开档咋？唔啱咁嚟。点啊？你打个转翻嚟，我俾俾你啦。吓，唔该你啦。冇所谓啊，就算你出钱俾我都得啊。不过你唔系唔知道我哋嘅规矩噶啦，啊，利搭你。你自己辛苦嘅啫噃，啊，我睇睇先啊。啊，啊，啊啊，哎呀，德叔啊，哎，我好靓生果啊，你买多少啦？你而家俾住5蚊我先，诶，听日买几多慢慢计数啊，唔紧要啊，我得，啊，嗱嗱，5蚊，啊，唔该唔该唔该啊，系啊，佳哥，系，唔该你吓，唔该你吓，好，呢栋诶总共30吓，啊，唔该晒你吓，唔该唔该，正衰人嘅，仲惨过抢你，哼，做一日都唔够交钉，你惨唔惨你咯？啊，钉咩钉啊？你卖生果啫嘛，攞钉嚟做咩？唉，钉啊，即系利息啦嘛，哦，啊，德叔，啊，我话你听啊，你话有咩理由噶？前年咧，我就借咗佢2000蚊，啊，每日咧就还30蚊俾我佢，系利息嚟嘅。唉，还到今时今日啦，仲话要争2300蚊喎。哇，唉，有冇搞错啊？一日还30蚊，2年咪还20000几人，仲争佢2000几，点计噶条数？啊，咁我又唔知啦。除非一次過咧本利清還俾佢啫，如果唔係啊，我就呢世同佢打一世工噶啦。喂，做咩你唔食啊？唔係幾好胃口。唉，你日日都拎咁少錢翻嚟俾我。唉，如果系拎多啲翻嚟俾我咯，山珍海味我都买到俾你食。唉，日日咁拎个10蚊、8蚊翻嚟俾我，养只狗都唔得肥啦。哦，你以为我赚到啲钱就拎去赌啊？拎去瞓啊？啊，其实我啊交钉啊嘛，其余嘅钱咧我就唔能拎翻晒嚟俾你噶啦。你呀、啊、时时都是这样说，这样搞下去我问你怎么办？哎，你有没有钱在这里？找个鲜刮沙都没有。我不是见你有20几蚊的。不用留下个仔交学费吗？那些钱留来交学费的。唉，交学费可以迟啲嘅，你俾住我先啦。我听日要买货。强仔唔使读书啊，唔使交学费啊。唉，咁都要讨饱先读得书噶。哦，连个仔嗰啲学费都想攞埋啦，觉唔觉得唔好意思啊？你嗰啲钱喺柜桶，你够胆你就拎，拎咗咩我都唔理噶吓。你想吃是吧？这些蛇果很贵的，强仔留下来卖吧。我赚了钱了，我不是给你交学费了。要吃就吃那些，好吗？我都不吃了。啊？大哥，哎呀，佳哥，啲水果就点？啊，佳哥，真系对唔住啦，我啲钱啱啱卖晒货，听日啦，好嘛？喂，你已经2日冇俾钱噶啦，吓，我而家好心嚟话俾你听，吓，我话你听啊，如果你再唔俾啊，利上加利啊，你自己辛苦噶咋？点啊？
唉，咁我冇錢咧，點樣咧？唔好講啊！唔好講，冇錢啊嘛，唔生果。喂喂喂，咁點得啊？喂，我冇貨，點幫到咧？喂，我哋都嗱嗱，公用啊，大佬。大家街坊都是餐揾餐食嘅啫，明啦，嘛？財叔賣街邊嘅，要養一家幾口就已經生活好難頂噶啦嘛。每日仲要啊抽幾廿蚊出嚟交釘錢，你話慘唔慘啊？真係好慘㗎！咩叫做釘錢啊？啊，即係貴李王嗰啲利息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係啲貴李啊，真係害死人㗎！係啊，就係啦，係嘛？所以我咧就請大家街坊嚟傾一傾，我哋不如咁啊，大家辛苦啲，一人夾多少啊？等阿財叔咧就還咗嗰條貴李嘅錢，斬斷佢都好啊，係咪啊？好，我贊成，我出五十，我二百，哦，我都借五百啦。高老張，你出幾多啊？我啊，啊。五百啦，嚇！喂，你啲老婆本嚟噶喎，老咩婆啊？女仔都揾唔到佢，有仲好啦嘛。啊，男仔呢就幾有義氣，係咯。喂，咁而家都夠千幾人噶啦喎，嚇！咁啊，大家啊，爭翻屋企先，有咁快得咁快籌足啲錢嚟交俾我，等我交俾阿財叔斬斷條臂你攬，好冇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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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財叔咪搞掂啦，係咪又唔使難過嘅？大家啲兄弟錢啦，得，咁啦，嚇！哎呀，食完出急發頭啊！呢次一路起事精神爽，點啊？咁高興？誒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嗰啲街坊啊支持我啊，支持你做咩啫？啊，選議員，咁啊議員就未係，講唔係㗎，或者第日真係支持我競選議員㗎，今日就唔係。今日就支持我咧，肯借錢出嚟俾阿財叔還債。財叔真係攞錢咩？係、哎、啲貴李債嚟㗎，你唔知道。貴李啊！我話俾你聽啊，阿財叔淨係還釘錢啊，日日都要幾廿蚊啊。你知唔知咩叫釘錢啊？即係利息啊。咁、你話啦，你話老豆咁偉大，應唔應該高興啊？嚇？未必啩？點解咧？照我睇咧，乜都唔好俾佢。哦。就照你咁講法，即係佢唔應該斬斷呢條債，啊，日日咁交釘錢喎。報警告佢勒索，咁啊無謂，何必啫？萬幾人都咁還到啦，啊，只就嗰千零蚊，無謂咁大鑊啊嘛。阿爸，你咁做咧就係好心。啊，得啦，不過你幫得幾多人啫？呢啲咁嘅貴李王啊，唔剷除佢啊，仲有好多人會受害噶。喂，阿张。喂，七哥。点啊？呢轮得唔得？呢排淡啦。喂，埋边条女啊？想同你度住几嚿水喎、啊？借钱啊？系啊，因为我妈又病咗啦。入嚟先倾。大概五百蚊到啦。咁规矩你知噶啦嘛？将个脉搏俾我听。咁我再讲一次你听。好。以借一千蚊计呢，就每日还六十蚊，就还二十日咧就算完数。啊，如果争三日咧就当四日计，四日咧就当六日，六日啊当十日计噶啦。知道啦。仲有啊，欠钱咧就计埋利息，就照搭上去。我知啦。嗱，即系而家我借五百蚊啦。咁以後咧，每一日我就還三蚊俾你哋，咁還足二十日咧，就啱啱還清啦，係咪啊？冇錯啦。嗱，呢度五百蚊，你數下佢，就咁簡單咋？係，我哋講信用噶嘛。嗱，我哋有本簿仔，我哋啊寫低你個名同埋借嘅錢。咁咧，嗱呢啲有好多格仔噶。咁你還一日錢咧就畫一格，總之畫滿二十格咯，咁咪算清楚咯。真係咁簡單噶咋？梗係啦，我哋講信用噶嘛，鬼馬槍又識你嘅，你幫你會走咗去咩？唔該曬喎。哇！阿玲嚟啦喎！阿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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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冇乜嘢咯。哦。不過飲茶。仲想飲茶？飲杯茶。咦？阿玉玲。嗯。去街。唔係翻工啊！翻工咁晏先翻工噶你啊？喂，下間公司嘅制度真係幾好喎，咁晏翻工都得嘅喎嚇。喂喂，你話叫阿可兒跟埋佢去做好啦，可兒咁鬼懶嗬。飲茶啦，講咁多嘢做咩啫？做咩你？飲茶。德叔，你肯俾你嘅女咁樣做噶啦？我仲冇女嘅噃。啊？冇女啊？真係一樣嘅嚇。系啦，玲媽嚇，你嗰日去我度，你咪話等錢使嘅。係啊，阿定天出咗糧啦，我拎咗嚟俾你。多謝曬，就唔使啦嚇。阿玲已經借咗翻嚟，借咗。啊，係啊，阿德嬸啊，你有心啦。其實幾百蚊係好容易借嘅啫。你嗰日喎，我一去人哋嗰度講幾句嘢啫嘛，簽個名嚇，人哋俾錢我帶走啦，都唔知幾容易啊。其實嗰啲大耳窿啊，都唔係好衰嘅啫，老實講。係啊，乜你咁沙膽同佢哋借錢啊？佢大耳窿啊，食人唔掠骨噶。唔係啊，我咪叫你借500蚊，佢哋咧就叫我分20日還，每一日都係還30蚊啫嘛。唉，總之嗰輪啲錢你唔借得落嘅。我話俾你聽啦，我有個老友記啊，賣街邊嘅，叫做財叔，借咗佢哋2000人啫，每日要還30蚊釘錢，還足2年。你話要還幾多？德叔，隔你上嚟，有時明知燈係火都要撲埋去噶啦。玲媽，阿定天話社會福利處可以幫人嘅喎。係，等佢哋調就得嚟，蚊都瞓啦。我諗咁嘅，如果你認真有急事啊，或者屋企死咗人啊，咁啊借，實借到都未定噶。知你而家我哋做乜嘢啫？買下嘢啊，做下買賣啊，啲咁嘅小意思嘅嘢，要借啊，我睇真係有排等啊。咁啊係。有我做咗大官就唔同啦，我做咗大官咧就要學及時雨送光咁樣，等個個唔使同大耳窿借錢阿德叔啊，嗱你記住咯噃，如果你成日做咗官咧，記得關注我同我班姊妹話嚇。啊，我實關注你哋噶嚇。得啦，拜拜。走住咩啊？揾邊個啫嘛？關你咩事？有冇見到阿親啊？冇。啊！佢呢幾日咧都唔嚟收錢，唔做乜？呢幾日冇收啊？冇。冇咪冇咯！你放啲錢會咬你咩？喂，將啲錢抌出嚟使得唔得？啊！你又開胃啊！俾你使到啲黐線嘅，睇下啦。你真的把錢還給人了嗎？還了300多了，還有5天我就供清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這幾天經常都不見那群人。阿玲，你欠人的錢最重要還給人了。你，我自從聽過德叔說過財叔那件事，我經常認住那些大耳窿就不過好人的，總之欠他的錢就心掛掛的。是啦，不要那麼沉啦，其實到眼前那群人沒什麼點啊，我覺得挺好相遇的。好相遇還好相遇啊，總之欠人的錢都是還了，給人的心安樂一點的。是啦，搶的又沉氣，老人院還不收你啊？成嚿水是4張的，七哥。咦，阿玲，件衫幾正啊。是，頭先啱買的，買了100蚊。不過抵啊，抵到爛啊。那些錢。今天涼了啊，是啊，頭先阿鬼馬槍話有個老闆等你。是啊，那我去聽先啊。啊，特叔啊，咩啊？多
謝你咧，同我搞掂曬嗰啲嘢。咩咩咩？我非常之感激你。乜嘢啊？咁樣誒，嗰啲費你嘅嘢咧，而家咧我就冚唪唥咧拎翻曬。咁你啊，同我交翻俾。好，得，你睇下佢個。我早過曬㗎啦。喂，你真係搞得掂㗎嘛？搞掂。真係咧，全靠你㗎。如果不是你搞定的那我这一筆攞命債都不知道幾時才搞得定。是啦，大耳窿有名就吃人不掠骨的嘛。財哥，這個教訓真的要生記死記，以後再不要借這些錢花了，告訴你。德叔，見過鬼還不怕黑嗎？我以後還要教子孫，凡是大耳窿的钱都不好借添啊。咁咪正啲啦。废就有啲人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嘅咧。喂，昌哥，有冇烟两整支嚟啊？好闷，又冇行。七哥，冇见你好耐喎，好嘛？好，食得瞓得，冇乜嘢唔妥。我找極都找你不到。我覺得真的找你了，你猜我們很有空的嗎？你猜大把時間坐在這裡等收你那幾十元？是的，給你一些數給你。對了，我也想跟你計清條數，入房先說。好啊。嗱，我現在呢連沒有見你那八日的錢都計給你了，總共呢就是240。嗱，你自己數啊。240，咁即係仲爭590。由今日起计，分20日，每日36元，规矩照旧。你有冇搞错啊？我早一排咧已经还个82元俾你噶啦噃，今日再还240，已经系360啦，仲争你590。系啊，你唔明我讲到你明，你有乜问题即管问我，坐低先。嗱，我借你500元啦。系啊。咁一直咧都还咗成300几蚊俾你噶啦。系啊，冇错啊，冇错啊，你借我500元啦，就讲明分20期还啦，每期还30元啦，系咪？系啊。系啦嘛，规矩又讲明3日唔还当4日，4日唔还啊当6日，6日唔还啊当10日，如此类推啊，系咪？系啊。咁你一共8日未还过，系咪？但系我揾你唔到。你唔好讲系第数，我而家问你系唔系？七哥。我真的找你不到的，我不是跟你讲数。你讲那么多做什么，现在当我死的？我现在问你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是的嘛。那8日就计15日嘛。30元一日，15日是不是450啊？是不是？是的嘛。那你原本还了120，那就是还差380，是不是？是的嘛。380加上450是不是883？你刚才呢就还了240，883减240是不是差590？是啦嘛，咁咪一字咁錢啦！你話我滾你，阿玲翻嚟啊！阿玲啊，你仲有冇錢啊？水費單到期咯喎！係啊，乜你咁煩噶？翻出嚟咧就梗係要錢嘅。我俾人追錢啊，追到我頭都爆啊！錢乜你爭大耳窿嗰啲錢仲未還清咩？點知未還得清啊？越爭越多啊！其實我都還咗成2個幾月俾佢哋噶啦。咁埋埋咗成1000几蚊噶啦，点知佢哋嗰日一计数啦，话我啊仲争佢哋成1200蚊喎，以后啊每一日啊要还60蚊俾佢哋啊，咁你想唔死都几难啊！哎呀，乜佢哋咁唔讲道理噶？讲道理喎，嗰班人啊菜管啲戆啊，最紧要去第二度咯。得唔得噶？如果搞佢哋唔掂，不如报警啦！报警？千祈唔好啊，得罪嗰班人啊，衰得以前重添啊！其实那班人我都对得他们住有余的了，还了成1000几蚊给他们了。初我帮他们借钱的时候没证没据的，我走了奈得他们什么好？哎呀，那他找到你呢？找到我又怎样？如果他们赶住我，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？财叔啊，你好彩的了，结得了他们好彩的了，真的。人家还说我好彩，我不见了10000几银的了。10000几银是小事了，他们见你老康站不出油，不逼你咋。那些舞女啊、花女啊、廉女啊，那些容易赚钱嘛。哦，他们很犀利的。不过我有样东西不明白啊，这些贵女王呢还惨过去打劫。那是啊。为什么那些警察不理你呢？警察怎么理啫？以你来讲，你不见了10000银，粒声都不出，
咁要報警得噶嘛？報咗警，有咗資料，警察先拉得人噶嘛？啊，咁又係。个抢，阿玲，你都算大胆啊！借错钱走佬系嘛，仲使同人夹大声，你唔好以为呢事系冇听啊！俾你揸下跤就搞得掂，一个咁嘅四妹钉我哋都搞唔掂，我哋架势胆兄弟仲使出嚟捞嘅？搞掂啊！应该画边一忽先啱，应该要画几多刀啊？系咁知落手定下啦。嗱，咁你永远记得我哋。二万五，签咗佢啊？签唔签？签。签啦。肥佬往我社等人用，你哋搞掂佢。他唔知点解嗰啲贵李王啊，个手段咁毒辣嘅咩啊？啲贵李王咩唔敢做啊？唔系犯法唔做，玩你听啦。佢够胆犯法咧，佢就够胆摆大人哋卖落河，又够胆杀人放火，玩你听啦。啊，咁后来点咧？后尾啊，巧啦。又咁巧，啱啱一开门就有警察喺度等住咧。梗系啦，唔系我点解话巧啫？喂，系咪你自己作出嚟噶？好似粤语片收像咁嘅。事实系咁喎，财叔。哦，系咁噶。大耳窿上得山多，终如虎啊嘛。系系系。报到警之后。仲夠買玉玲添啊！呢啲手係一物治一物，就糯米字幕室。我睇自大耳窿咧，治好就報警噶啦。係啊，咁報警咧係好辦法。係點咯？我最好咧唔好向佢哋借錢。哦，咁都係辦法，唔使好似預片見到警察至收場啦。你話嘛？見警察收場咧係俗套啲，不過點都好過武俠片咁收場啊！啊啊！点解咋？吓吓，咪死晒咯！一般人都不会咁多通过所谓正规途径去处理一些事情。事后就是说这些所谓非正规的联系呢，在一个初期工业化的社会呢，其实是必不可少的。唉，咁我冇钱是怎样呢？你不要讲啊，冇钱啊嘛，唔三哥。喂，咁点得啊？我冇货点开档咧？快啲走，嗱嗱，工人啊，大佬。即係貴李王嗰啲利息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係啲貴李啊，真係害死人㗎！係啊，係啦，係嘛？所以我咧就請大家街坊嚟傾一傾。我哋不如咁啊，大家辛苦啲，一人咁大肆張揚，將佢變成主題咧，正正就係話想呢樣嘢變成過去式。呢啲事唔係淨係喺你身上發生，呢件事大量發生，而且將來都會發生。
最好的方法就是開明、理性、有步驟地 去解決這些問題。咁成個七十年代的社會氣氛，我可能由殖民政府帶頭都未頂，都有這種咁嘅狀態，就是開始步向或者擺脱以前那種即係初期工業化，可能當時是方便，今日不會再是一種好的方法啦，咁樣。